好的，欢迎收官专是回到了2022 PCS 的春季联赛，我们第三周第一天也到了尾声了。来到第三场之前呢，我们一些资讯带给大家，当然是有赛事，有 Red 以及凯文侠共同主办转播，有中国兄弟杨 Kleber 神马赞助播出，在脸书及官方的粉丝专页及 LOL 的 eSports 网站都能查到最新的赛事相关资讯。官方的 YouTube 也有全新的卡斯特出任务，大家记得来去订阅收看，现在已经上到第二集了。那也听大家略30号前刷中国信托的英雄联盟卡，想指定游戏影音动漫售票云端主人最高18%现金回馈，想打落后玩手游买装买点刷这张最高都有10%，或者最近很夯的 Disney Netflix 等等都想要优惠，那演唱会的这个门票你去刷也会有10%，已经变成6张了各位、哎、一样提醒大家可以赶紧来刷，这卡片非常的帅气。那除了我们的卡片，也要提醒大家，我们目前来自了6D前方的这个板子就是神马最用心最具最开心现正特价加码赠送 LITP 90天，大家可以赶紧来参与。来到今天的最后一把了，没想到是这么的快啊！对，只有3场，也才3把，没错、哎，这3把前面2把都算快，因为其实好像就都是30分钟左右，都没有看到远古巨龙。没错，其实现在的比赛没有看到远古巨龙，就算是就算快了，节奏蛮快的。对，是。那当然，在今天第3把出战这里，要给大家好好介绍了。首先是目前没有落败的队伍，哎，这是 PCS 春季龙头宝座，我们的 CFO 上的 Rest 打野的 Gemini 中路 Mission 下的 Adlen 及 Koala， 目前未尝一败的队伍，对。输不了，输不了！到底这怎么输？他们每个人哇不得了，怎么输都出来了吗？这都给压制啊、我觉得目前在 CFO 最厉害的点就是每个人的伤害平均都还差不多，很漂亮，对，都很漂亮。虽然 Aetherlen 可能在 AD 位可能十队下来排名比较后面一点点，是，但你可以看到其实每个人的这应该算是一个健康的伤害占比，不会有一个人就是特别猛，只能靠他。对，就是中路的 Mission， Mission 怎么没有视讯？然后上路的 Rest 就是打的都算是可能大概二六二七左右，然后可能 Adlen 大概二开头。是，大家的数字其实都是有互相帮忙打出来的一个结果。那这个 Mission 的事情大家不要担心哦，应该是有这个小小的这个处理了，大家也可以放心。那就是看这个比赛里面了，也希望今天 CFO 可以打出他们更沉稳的一个气势。那他们的对手来了 ，Hurricane Gaming HG 上路的 ICU 打野的奥利奥，中路恰恰像 Lebento 以及恩豪。那在 HG 这里就非常明显了。那么现在的比赛打法只有一种，哎，上路 only， 对，上路 only， 就是就算他不想打也不行，哎，我觉得不想打也没有地方可以打穿了。这个可能跟 BP 上面要做一些调整啦，我是觉得可能不够平衡，因为其实下路其实 Bento 跟 N 豪他们喜欢玩那种打线很强的阵容，是，就软辅，然后配合一支前面对线很凶的 AD， 但这样子的情况下，你可以发现他们的打野还是只帮上，所以经常就是上路哎帮到了没错，手杀率很高，但你下路会爆，因为你的下路拿到可能伊泽卡玛这种阵容，你不能不推线，你一定要压，或拿到凯特琳你也不能不压，但你在压的过程中，你打野在靠上的情况下，下路一定被惩罚。所以现在的战术是考虑去帮下，还是说下路换一个阵容好一点？我觉得是平衡。如果你要这样选的话，就是你打野做到事情的资源分布要够平衡。你可以都不要做事，你就确保下路能推能压，然后上路也靠着自己能推能压就好了，就是纯打营运。那当然，另外一个方式就像部分讲到，就是你下路就选一个进嘛，进加坦肯奇有没有？也是可以，你也不用帮，也没那么好杀，那你就纯粹的助上。其实刚刚上一把 DCG 那把阵容就可以去做一个参考，已经有一点可以学习的一个队伍了。来看一下双方的打野，这在数据上来说的话，奥利奥比较遗憾哦，在这连败的一个情况下，1.2的一个 KDA 比较惨一点。那 Gemini 的话就是有 10.6， 那在这经济啊最下面这个关键的可能是在来自15分钟的一个经济，这 Gemini 是可以来到495经验啊，这是经验。其实也打野位啦，野区这种差，如果他们这样子一来一往，其实差到快600-700了。是，其实这样600-700的话，就等于快一等。对，你在打野都好几摊了。对，打野对位一等，其实是差非常非常多的。没错，Gemini的话就可以利用他的本身进攻能力，加上他这个经济经验的领先，
让这个打野的位置可以一直有着进攻的优势，我觉得这也是 Gemini 一直在打比赛时的一个能力啊。我觉得 Gemini 他现在最厉害的地方不是在于他的操作能打得多极限，而是在于他很知道怎么帮助队伍，在对线的时候能够平稳，大家能够尽情的压，然后也不会出事。因为其实他在参与手杀击杀率以打野位来说不是特别厉害的，但他确是能够帮助队伍做到最多事情的打野。是哦哟，又来到了今天关又出来了，今天的关会不会又成为 CFO 的一个角色呢？哦，然后会不会大家又是关打杰西？没错，对，关来了，杰西也要来了，杰西要不要来一下？哦哟，那这把的对阵。看起来 ICU 已经有一些答案了，笑了，正在跟队友们做一些沟通，是在往后看，给我哪一只哪一只哪一只，还是要打那种偏拼团的，因为其实打关的角色，凯能之前也蛮常多人在玩的嘛，效果也不错，对，就是拼团，哦，纳尔，直接纳尔掏出来开扁，这是盲亮吗？哇，盲亮哎，他是打关吧？他打关肯定就不是盲亮了。这个关还有机会去打野，虽然在 PCS 胜率不高，但至少有一个错位的机会。但这个纳尔就是选下来，你就是打上路，没错。而且选择纳尔的话，通常打野不太会帮你，所以这一把可能 HG 主要可能要以中下为主了。是哇，纳尔加人马，这把的对阵其实前期是较弱的，因为人马本身前期的进攻能力就不会有李信、赵信强嘛。我只能说还好 ，Mission 应该不会玩塞勒斯，这个阵容选塞勒斯。右边就结束了，是你偷右边两个大绝都是直接开。Mission 有不会玩的吗？有啊 ，Mission 会玩的多得很，很多啊，他跟同一种类啊。哦、你说全部都是三十分钟种类相似啊？哇，这在 CFO 选择先把箱子拿下来。哦，但目前还没看过 Mission 选库奇，因为其实库奇在其他赛区 12.03 都还是有人在玩。是，对，但 PCS 目前是一场都没看到。没错，还是为了打节奏吧，不愿意放中路的这个位置。来是李星，然后加金克斯 CFO，是一个很算是目前 CFO 这三选就是可能我们看前面两周 PCS 哦，就是有开就拿的英雄。是哇，小炮小炮啊，哇，然后 ban, 开招了吗？然后坦肯吉又开 ban， 现在看到这个大射手，你选进攻下路不 ban 坦肯吉就不用玩。虽然小炮他还是有错位的价值，但如果错到中路的话 ，ban 2就得玩法师，不然是没有 AP 伤害的。哦、难道 HG 有大招？你就错到中路打击心态是吗？对，有可能呢、啊。直接一波先行心态打击，小炮中路给压力，在某一个版本不是超猛吗？三打跳上去就手杀了。哎呦，那这里射雷吸线ban掉。对，但就是像刚讲的啦，如果你小炮抽到中，你的 AD 就要拿法师类型的。是，对对，你这样的辩证空间很大很花，但你要玩得够好。哦呦，但有在边、哦，真的有错的可能性。哦，真的有在防吗？这是一个西格斯，因为西格斯现在不太能走下路以外的位置。欸、对对，只能走下人的。哇，做。这个 BP 的防守全面坐满呢，是就是可哪怕你是有个可能10%20%几率，我这里都是要处理掉的。我在想右边是不是要拿塔里克啊？小炮加塔里克跳上去三等必杀，对，因为他边的角色刚好就是比较防这种强杀的角色。没错，哦，那这样子、哦。然后塔里克后期配人马，这个画面好像也蛮美的。冲进去又是一个无敌开转。刚刚配一个吉林，这把配一个人马。救急电风扇。对，那真的有吗？有这一手吗？蛤蟆。在 HG 有这一手，还是要配露露啊？露露跟小炮打下路线，然后后面可以配人嘛，也是可以。哇，救急约德人阵，哇，小炮真的去线了，全 AD， 然后伊泽瑞尔，真的假的？这样全 AD 耶、欸？伊泽瑞尔可以说皇冠嘛？但他那个 AP 系数其实好像没有很高，没有很高、啊就是，但左边其实也不够坦、哦，在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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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刚刚选出来先吓吓你，没错，哎、欸，我这里说不定、哦，他说不定最后出炉灯伊泽，是直接开射，直接开射啊！哇，那左边就打一个对抗的了，对抗拼阿迪乌斯。我觉得左边的阵容就蛮自私的啦，就是目前全部都是版本角，没错。那关键是东山这里没有了辛朵拉，难道又是那个球女吗？球女柔伊，球女选下去吗？哦，还是要阿奇尔啊？其实阿奇尔这把蛮扛右边的这个组合，右边都要进场。雷兹啊、也是行，老朋友了，这也是这个版本，这你今天中路拿这个是最稳。CFO， 哇，这场的阵列说起来就4-8-5，就很稳。而且雷兹现在可以出坦嘛，右边都是这种冲牌的，雷兹就很能扛。哇，很不可能。最后是葛雷夫中路，全 AD 耶、欸。葛雷夫中路直接推爆雷兹，建议是不要哦，因为现在雷兹是出物防三件套，可以出坦装的嘛，嗯、所以坦装类型打后面应该是打不穿的。那就拿一个球女，那最后就是稳扎稳打的一手啦，是配合人马嘛。
没错，那既然这样子的 BP 下来，哎，刘迪怎么看呢？我应该是投 CFO， 因为我觉得弱队打强队就是要有变化，没有变化，照本宣科的打，我是觉得蛮难突破的。是，那我个人也是选上了 CFO， 毕竟确实右边就没有一个前期的主动能力嘛，然后要跟其实他们这个 BP 其实比较像跟 CFO 要拼后期团那个味道，是，那很难拼赢、啊。我觉得团战哦，后期我自己也比较喜欢，因为我觉得现在关的后期团战太强。他一个人的影响性就是我可能倒两个双 C 的，但关一个人可以捡完。是，对，这只角色我觉得在这个版本为什么会那么突出，就是他第一个在打线上，你前面一等点一换血能力是很好的，然后后期团战加上他是能打团又能分推的上路角色。是，这种角色在这版就只有关跟杰西而已，其他角色要么就是纯打边，不然就是可能你要纯粹打团，就是没有像这两只角色可以那么全面。对，而且在这一场比赛的话 ，HG 就他们前面的比赛。大家都有看到，就是他们本身在进入团战之后，打边线的人跟另外四个人整体的默契不是说特别好。Uh-huh. 现在还选了一个必须控怒的纳尔，控怒的，对。然后他如果真的就是也完全不支援的话，那这把可能就是什么破船战斧，然后、哦、你说那个纳尔推到底吗？破船战斧陨落，然后直接全部推到底的，只剩这个打法。对，但这样子他中路就不能拿球女吗？是，你可能就是拿个逆命。你可以就拿个逆命帮忙推线，这样配的人马中也能打，但这样也没配起来，所以整个阵容其实没有说特别的一个有重点存在。哎、欸，应该说 HG 他的核心就是打团，他只能打团，但像刚讲的 CFO 他多一个打分推的可能性，他有关加雷兹，这个分推边带也一定是比 HG 阵容强。是哇，那这把比赛 HG。究竟能不能好好再找到除了打边以外的全新打法呢？就是，但他们的这个阵容其实蛮有这个建设性的，每个的团控都超强。你就慢慢打，你就慢慢打。今天没有来，是喜欢建设帮的可以看我们这卡斯特出任务第二集哈、哎，台北这战队的一个介绍、哦。那你想，这个右边的阵容输一万，如果大学开得好，都有机会赢诶。没错。但就是真的要大到左边，左边的名字直接响当当的亮出去，要被大到超级难，那就是真的慢慢大，没错，慢慢大，这五个人，这每个人躲招都躲得不得了，关直接捡上来了，就是他位移上去，把对手给打退，顺便哎呦还清了眼睛 ，CFO 人想要占据上半部的视野。直接派了辅助过来，下半部是让给对面。而且这里东山是有赚到那根经验的，是他连钱都是他的，没错，他也拿了。这里关感觉好像是没吸到，哇，要直接一等打架吗？哎、欸，这个一等，我是觉得雷欧娜还蛮猛的。是，我觉得鲁斯也很猛。对，大家都带猎地了，这把。这里感觉是骚扰对面吃野啦，人马单开，其实在这个版本是很痛苦的哦、嗯。这里他单开的话，速度是会落后蛮多的。没错 ，CFO 也感受到人马的问题、欸，直接走过来先看你两眼，敢不敢开？看到了，哦、看到了，看到了。哇，其实人马原本想骗一下，让大家以为他是红开，但考拉拉这个一回头，哇，抓到。快乐开推，哎，抓到 CFO 可以推线了。哇，这个我觉得这个刷野路线对小炮来说很不友善呢。是，因为小炮一定会把线不小心的推出去。那人马你是往上刷的情况下，你这个下路线很痛苦啊。哇，这里让线，因为打野被发现了 ，CFO 人员已经卡好了。啊，这里已经在底内吃兵了，已经漏三只了。没错，现在5-0。哇，好痛苦啊。是，继续拉扯慢推、哎。前面小炮打吉英克斯，除非能跳脸上啦，不然其实这个手长也是落后的。哇。飞弹，吃一只兵被 A 一下，是非常舒服的一个。但这个情况，只要 Kola 玩得好的话，他可以把 Bento 直接勾下来。没错。对，那勾下来就直接开虐。我这把比赛前期的 HG 下半部就不是很好受了，准备抢两等 ，CC 打到，爽换一波。啊，这个没办法。哇，一直点，一直点，还在点、啊，还在点，一等打你两等，就是这么舒服。OK。哇。他、啊、后面是靠着致命节奏的那个额外攻击距离，然后再点 ，OK。哎呀，你爆弹没了、這個，我这里就开炸。快点了哎、欸。是。哦、你点我也点啊。这他在这里普攻一下一下点，右边直接点四下，谢谢。没有，现在要五下。现在要五下。现在还不能开呢，要五下。哇，这个已经快一层嘞、欸。人马被发现，压力就是这么巨大吗？對哇，这里。右边看起来就是一个要拼杀的局、欸，但一直抓不到机会，这个是 OB bug 吗？为什么那个人马的蓝 buff 跟球旗的野怪还在啊？野怪图示还在、欸，所以他没吃掉哎、欸。他两等，他现在是一摊啊，他现在四只兵，所以他只抓六秒。哎、欸，他所以他刚吃蓝跟球旗，他没吃掉吗？哈？哎、欸，这是怎么可能？他刚不在刷吗？他刚才说。
那他是又绕回家还是怎么样吗？看一下下半部还在 A， 一直点。这个可以申请一下 replay 吗？因为他身上有红眼哎，代表他有回家。可是他回家的时候是一滩野怪都没吃掉哎。刚好像没有特别注意到，刚刚画面没带到，因为正常来说他不是。李信已经刷了五滩，然后吃了河蟹，他也没进去啊。有人的刷野路线这么花的吗？我先开一下蓝，然后开的差不多，假开蓝，然后我还先回家哦，然后再去刷六鸟。有人这样玩的吗？然后李信已经刷完了，双河蟹加五滩了。李信来下，直接踢。哦，这个要看 replay， 他感觉刚在吃野怪是不是发生一些问题啊？就吃一吃蓝走回去，然后在追蓝的过程中啾啾走回去。哦，你说走来走去？对，因为不可能。单开是蛮痛苦的，但应该没有痛苦到一滩都吃不掉吧？有重疾他不行，就对，就压重疾、啊。对，就压重啊。现在适合打野的角色，只要愿意压重，是不太可能一滩都吃不掉的。哦，这里是一个。刚刚因为在看下路。这里是个高级回刷吗？我看懂了。哦，战术是吗？战术啊。对面真的不知道你在哪了。奇怪，刚开蓝回来，蓝还在。来了吗？这个对啊，他开蓝嘛。嗯，因为我刚看他拉位置是有拉到九级旁边。是，这是在他自己单吃。欸、我觉得是蓝走回去了，然后他重疾可能压到的是，哦，压了，啊、他压了，拉了，蓝 buff 走回去了，然后他继续 A， 然后河蟹走回去了，就他重疾右边那个回血了，吃蓝又回血了，哇，这个人就不要太贪心，想左又想右的，什么都没了，哇，这要单杀嘞，挂了来了，一个勾，先点蓝再勾，好狠哦。哇，点燃还是烫死！哇，他这个点燃直接烫死了，但好像不太确定，还是交了一个闪。哎呦，哇，那这样子是打野的节奏是直接爆炸。他还是一个勾啦，他刚才是尝试勾勾看，勾勾看，对，有 B 闪，有 B 闪，有闪才有点燃。对对对对。但这个打野哦，因为毕竟是人马啦，人马前面的节奏就是刷，你这个他的刷野路线现在会非常非常的凌乱。是。哇，四等直接吃龙，这个不能单开，这个队友一定要帮，这个单开头会爆。现在下半部确实是推到，哇，被照到了，有看到这个，除非队友第一时间就要来，但可以看到中路的东山先靠了，这个要拉掉了。这个海克斯科技飞龙在这个版本打野要单吃难度太高了。是，我有这里还想继续吃，不想走，但李信来了，完蛋了，金奶就在后面，李信已经封住了灾口位，这波来做一波拼搏，闪现重疾，金奶拿下小龙，在顺势将这边全部收光，完了。开始往前的追击了，一个夹子直接留住的 Ban2 想要跑吗？法术禁锢留在原地，这波直接击杀，还有一台车直接蹲到了2号面前。交闪吗？哎呦，最后一刻交闪，还行，直接拉回塔下，但这是失去了三个人加一条龙。哇，这个真的太拼了啦！因为最后是把 Ban2 N 好，然后加上这个中路的恰恰叫过来吃，但海克是科技飞龙，他的伤害是个 AOE， 所以大家一直被那个电，然后电到后面，对方就过来收头，而且最尴尬的是。奶哥这里就一个闪现重疾，还把龙头，你看那个龙一直吐，然后一直电 HG 的四个人，所以在打起来的瞬间，两个已经剩三分之一，然后另外两个在队友瞬间倒下的情况下，也不能再接团。是哇，后面一个夹子，把小炮夹下来了，后面恩豪啊，这个就极限的位置交闪，对，不然这里应该也是要倒的。哇，但好像这把好像差不多了，就到这了、欸，对，就到这了，因为连龙都被偷，最尴尬的是连龙都没拿到。是。然后打野 CS 差已经拉到了快一倍，上半部也打不了这个 counter 的纳尔，给不了压力，用一个跳，但对面的 R 技能，哎呀，可惜了瑞斯特。这个如果第二段 R 有中，可能再搭配后面 Q 一好，因为他刚被动叠，那个 Q 的叠层叠满了，捡上去可能就杀了。哇，画面来到了下半部，确保下半部的护甲层 ，Gemini 等级领先，直接过来 cover。这边，哎呦，这波突然一个回勾。赞啊！这个打野输了22只兵啊，没错，五等，雷兹来了。哇，这里是高速过来支援，先放一根红眼，是，给点压力。这里李信应该要找机会回了啦，因为是只要出了，这里对面不出来的话，其实拼杀难度还是很高。这波也已经赚了嘛？嗯，已经赚了，已经你就回家就可以了。这里就打预示者就好了，因为其实现在就变成有点三面都是，哎，三条线都是推的情况下，哎，李信就是好好的控物件，然后找一路。丢预示者就很容易把地图打开。嗯，那只能说上一波那个吃龙，如果放直接拉掉的话，这波预示者感觉还有机会，可能利用推线去抢一些视野。哎，有机会接，但因为刚那波打输之后，你看到这个经验啦，是尤其是等级，是打野是输一等嘛，李信有大，然后连辅助也输一等，所以这个预示者团基本上 HG 是只能给。
这个真的再来接是没有任何赢的画面的，是让两个大在打。那究竟刚刚上一个那个小龙团，很想听到里面的 mic check。其实被照到的瞬间就不能打了啦，那个龙真的太强了，前期最强的小龙。没错，哇，那这一波 CFOS 转翻之后再进来，看到一个红 buff。啊，现在这个再拿一下，哇，但人马要来做个反蹲。是。但这个我觉得也蹲不到什么，也是考验 CFO 下路的纪律性啦。那个打野跟中路都往上半步靠的情况下，哎，出勾这个纪律，哎呦，但没勾到，而且上半步的李欣来了，就那纳尔要变大嘞，这个不好杀哦。是，但还是有机会杀的，直接踢，没有跳到脑袋上 ，ICU 被踢回去后就直接被击杀了，没有变大，来不及变大就被踢出来了。是，这很残忍啊，他想找个机会，但没有跳到头上。上半部许久的蹲点宣告失败，奥利奥要回头去刷了。哇，那这前期开局从刷野到小龙 ，HG， 我只能说有点怪啊，有点怪，有点怪。其实以打野位来说啦，我是那个人马，我心态已经崩了。是，因为就是前面人马其实刷的，单开的话比较慢，但其实在第一摊刷完之后呢，它是可以完全让那个 Q。不进 CD， 就是他会减，继续有那个对，你可以加成，你可以一路刷上去。如果玩得好的话，是可以一路刷上去。但他那个蓝已经浪费了大部分的时间，所以他不能用这一整套刷上去。不然两边的打野都是单开的话，他的速度不会落后那么多。哇！但这把就是落后到已经爆炸了。没错。嗯。这开局好吧，开局也是要学的，选手都会失误了。大家开局你知道？我之前看过一个死哥吃那个九级 Q 半天，那九级走回去。哎呀，这很常发生，这现在要小心。他现在是什么第二名的打野？笑死人！哎呦，对，就是要继续。这个野怪拉是一门学问啊。没错，哇，这里拉一拉不行了。CFO 人走进来，现在要开始掠夺资源。这个就往实力打。地图打开了嘛，而且有预示者，下路好像剩四层还是三层？四层啊，四层好像第四层有点薄了。是，对，转下去也是。其实也可以直接丢了，反正是养吉恩克斯嘛。没错，这把看起来又是一个发育局，啊，直接扔。对，然后开点，人马就只能在后面稍微看一下。其实只要 CFO 不主动进攻的话 ，HG 都是没什么机会的。没错，预示着下去，大家一起分钱，好开心。这把 CFO 稳扎稳打，好像 HG 没有任何的手段，他们这就是要打团阵，那打团阵又落后，而且边线推不赢，那可能这就没有任何的手段了。而且龙也出了，这里 HG 也没有去接，因为可能在 HG 的就是视角啦，可能觉得对方已经去吃龙了，所以这边节奏就是慢的。没错，这里已经晚一波回家的话，这个龙应该也没机会守。哇，这 HG 我觉得现在最精彩的应该可能是 My Check， 你知道吗？就那，哦，你说那波龙，那波龙打完之后，激烈沟通已经开始了。还是那个蓝啊，还是你那个前面就说要帮我开了，要不然就是可能有些沟通，激烈的沟通中，蓝怎么走回去了？啊，怎么这个九级也走回去了？哇，这场 AG 前期太多乱流了，那 CFO 过的是异常的顺利。就双核卸开，小龙全拿，又有预示者，而且重点是没有发生任何碰撞，东西就全拿了，异常顺利。哦，这根眼很细节，这个塔的视野盲区，救急死角，而且 HG 的人并不知道。啊，哇，这个塔上下路其实都快掉了，一个一层，一个两层啊。没错，纯打线就把对面打崩了。下半部几乎是放空城，让艾德伦给直接拿掉，但另外一边就是用蹲点来召唤击杀，留住高拉，高拉交了闪现，知道润神榜的缓速，利用勾墙躲掉了球女的大绝，而且用强冲击限制了对手，想要继续往自己的家里跑，最后是被一刀的人马直接斩落。哦，但我得说能跑吗？还能跑。我得说这个不赚，他们缴了好多东西哦，一个鬼步，一个点蓝，然后两个大绝，只拿了一个辅助人头，然后下路线这一整波兵被抵耐掉，艾德伦这里还故意不直接拆掉，一直让对方掉兵。是，这个打最细节。这个击杀其实影响不大。没错，然后再领个钱，哎，有610块拿到。这里如果 Rest 打得好的话，有就一打二，是，反减，那对面要变大喽，这变大可能就很难了。如果翻出来接人马的恐惧 CC 接满的话，有机会让 Rest 不能操作。是，但这个兵好像有点慢，可能进塔下的时候已经变小了，是已经感受到有人了。对，赶紧回家补神化妆，那这个应该也没办法杀了。是，纳尔看起来也是有积攒了很大一波的金钱量啊，身上的装备说起来有点弱。那这一波下半部
最后就确实是一个辅助去换了下半部的资源。对，确实给到小炮有蛮大的压力。其实光可能 HG 下路掉的兵啦，就跟那个 Koala 的人头差没多少了。没错。对，然后这里哇，东山再摸一层，这把 CFO 就是慢慢的过，这钱就一直进来。他们很像在玩那种以前小时候啦，我有玩那个开心农场，有没有？哦，就是稳赚点，就是做该做的，钱就会进来。钱就进来，很简单，快乐游戏。不需要太努力，要塔杀了吗？像勾到墙壁，一个反定被动敲到 ICU 被留在了自己的塔前，但还是反姐扛塔的是左边，但右边的 Koala 看起来是帮忙扛兵。这个伤害已经有点太高了，因为其实正常来说要让 Koala 扛，然后扛的差不多就往后拉，但是 Raze 硬扛，然后还是能杀掉跟安全的走出来。没错，杀完之后再拿一下对面上半部的资源，奥利奥刚走过来，自己家的野区已经被抢光了。哇，这个。也没中到啊！左边在开心农场，右边看起来末日来临啊！哇，这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家里的东西都被偷光了。来到中路位，这个也没办法，只能 cover 啊！他的野区已经没野怪，他刚刚在刷下半了，然后上半的走上来已经没了。是，他不太能跟线路抢兵，现在只能就默默的等待。哎呦，这里有个粉眼不差是细节吗？还是他看不到？他就在这边回家了，赶时间吧。啊，这个粉也没有回家重要，不是时间就是金钱，这波回家比赚那30块还赚。好，就这样回家，等下再带一波节奏。因为这个眼睛对这个战局也没什么实质上的帮助。等下就已经有什么预先预知不打上了嘛，對對對，就等下我不蹲上，这个视野就没用了。等下来看预示者，预示者已经剩30秒，分派了一个 mission 过来，但是 mission 是没有 TP 的。东山这把就是。吃兵游戏，是他160只，他最会的，你知道吗？吃兵游戏，他 man 的，没有人赢得过他，160只，全场最高，分钟数乘10，哎，哇，好稳，这对线能力，米雪在中路 PCS 说第一，是对线说第二、哦，还是对农？对发育，对农的能力，对农的能力是无敌的。你今天不打团，直接给米雪40分钟，我肯定跟你农到底。我跟你讲不得了，他一定比你先满装，是吧？哦、这个是金钱哇，占了前面4个啊！这个 CFO， 我连打野位都比对方的 C 位还有钱，那是真的没什么画面。没错，预示者拿起来，啊、这拿的也是。哦，这个人马跟口瓦拉差不多哎，口瓦拉只输人马30块。可是这个好像就已经不太没发育，不太发育了。这个人马就是在旁边啊，出不来嘛，就是在等有没有人过来。他在旁边，他是看的。他是监视的哦，在旁边看着，到底有没有人要来，所以他是站马喽，站着看着，慢慢的等啊。哇，这是巡逻兵呢，他就是跑上跑下的，看一下，哎，有没有人啊？没人就换另外一边的。哇，上半部要再来拼杀了，两个大绝，3个大绝，全数命中，全部伤害直接灌倒 ICU。好像有点一个单杀，哇！李信要踹一个吗？勾到，留在原地，人马直接交大往后。那这预示者好像可以再装一头吗？哇！奶哥的压力给的好大 ，Q 到但不往前，对方就还是会退掉。那这个应该是没办法撞到，球女丢个球就没了，那就控第三条龙。哇，好稳！上半部单杀，中路一直向前推，这把的节奏 ，CFO。可能是没玩过这么爽的，你知道？哇，就一直推，一直拿，钱会一直进来。哦，又来了。他本来在玩一个节奏游戏哦。是哦。反正每5分钟可以一直按那个吗？每五分钟就哦、按一下，点一下龙口这边，然后按着那个龙哦，然后就可以回家按 B 嘛，对不对？等下可以听到 fuel combo， 然后准备要打满了，这金钱量都进来，分数都进来了。HG 的人员就只能在家里看着。哇，这个 SU 再走出来到后面，这个感觉要单杀，要拼杀啦。金木奶已经绕到了后面了。哎呀，被摸在了原地，法术禁锢留住，飞弹过来，飞弹中之前 ，SU 死了。后面 TP 虽然想来救，但恰恰下来的是一个纳尔的尸体。那画面跟上路那一波一模一样，就是绕道就踢回来了，就死了。哇，而且上半部奥利奥帮手线9等打13等、欸，没有大绝被捡烂，直接死去。哇，他没大没闪现，还敢去守关？对，哇，这带了一个鬼步，守不住了。哇，这场好像是那种必点局，球女直接转大清兵了，受不了了。哇，这个兵。直接清掉，他们没有梦幻团战了，你知道吗？他们把大蓝去清兵了，然后人马大刚才还逃跑嘛、啊，
就先活命要紧啊。对，这里你要节奏游戏啊，回家时间。节奏游戏，又回家，又是间奏了，间奏又到了，间奏又到，又可以休息一下了。这里就 recall 一下嘛。是。八龙左边吃的算快哦，如果全员到的话，吃的算快的。哇，这场 HG 打得很别扭，这视野差是差了，等一下也要被排掉。发育自发了，但也打不了团，也没有别人多。我已经两件半嘞。他现在在边线，我觉得一打二、一打三好像都有机会。是，现在看 HG 要不要拼一个，就是抓瑞斯的机会。哦，现在想抓艾德伦，有机会吗？瑞斯马上炸一个计划，在黄龙之力要跑，艾德伦交了闪现，直接拉开了距离，前方位置进来的是卡拉，直接救援自己家的 AD， 这波二打三已经创造了第一个击杀，小炮倒地的同时，艾德伦没有想要停，救救命中，你选利用 TP 赶到，直接留住恩豪，恩豪要成为第二个倒地的目标，坐车过去送上去，艾德伦我们一起走，抓的是奥利奥，好，又奥利奥被留在了原地，在没有大绝的情况下被留住，再一个法术禁锢，这边从天涯追到海角一波三连杀，哇，其实已经蹲到了，但不得不说，艾特伦这波的进化狂风加闪现，他瞬间就拉到最远的距离，让 HG 的人完全跟不到了。哦，刚那一波节奏好像有点加快，加快了，你知道吗？加快了，因为节奏加快，但 CFO 还是全部打到了。这该不会要拼一波吧？现在才二十分钟，哎，什么意思？这个兵量还可以，中路有炮车，下路又进一波。HG 的飓风是要把自己给吹走了吗？哦，没有没有没有，稳一点稳一点。水晶币拿了 ，CFO 要回去拿巴龙。这个吃巴龙速度很快啊，而且人马这波是知道没大的，他是没办法下来偷的。哎呦，现在 HG 就左边开始打团，右边只能发育。来看一下，蹲一个点，抓一下。他解的速度很快，是瞬间解掉。而且这里我觉得人马感觉有点奇，他应该要在对方解进化解完，然后位移了之后，再用大绝去撞对方位移的位置。他是第一时间恩豪大到之后，他就马上撞了，所以这里艾特人只要守住真的有按出来解掉之后，人马就是个空大。哇，后面位被黏住就要死了，画面回来在中路位一个飞弹过来，跳跃的 Bandu 在空中被击落。恩豪的这个太阳在追，还在追，捡烂了。就这个其实刚画面是三打二啦 ，HG 是三，但那个人马完全不敢进。是，哇，捡捡捡 ，CFO， 我这边全部捡烂，没魔的瑞特再拿个蓝 buff 滋润一下，吃巴龙喽，哇，好快乐、哦、啊 ！CFO 今天真的是来吃饭的，这波吃完我们等下就吃真的饭。差不多了，对，好快乐，好轻松哦。他这一场是少数拿物件完全没有任何碰撞的比赛。就我拿就我拿，对面就只能蹲点，没蹲到，就是死一排人。CFO快乐，八龙拿掉。啊，那右边 CFO 要不要再等龙魂啦？其实四十秒的时间也还回家一波再来到，其实也蛮快的。差不多，对。这波可以再拿一个，稳稳的将比赛给结束。HG 的话就感觉没怎么玩到，是吧？不断的被对面给蚕食鲸吞了，东西都被拿光了。现在往上半波来拿个塔嘛，高地就在前面，对面防守的速度不够快，这个塔可能至少要被点掉一半。哦，这里要强开吗？是一个三打三。哎呦，怎么办呢 ？HG 球女终于回来，但塔掉了一个钩，留到辅助，恩豪被留在了原地。自己想跑吗？小炮因为被挂了个墙，终于只能离开。雷欧娜没有招式可以跑，一个超威的死亡武器轰死之后，艾特兰继续点，直接把奥利奥的大绝给打掉了。再一个勾，又是卡拉留住 ，SU 死前的一推，是直接把对手直接推到继续击杀的位置，全部收光 HG。没有任何反击的余地。哇，要温泉杀啦！杀进去，全部都要拿下。我们准备恭喜的是 CFO 将 HG 一排，哇，这个躺的是明明白白后结束这场比赛19-1，让我们恭喜 CFO 7胜0败。唯一的意思就是考瓦拉那一杀了，不然就是完全比赛了。没错。那这一把就是，光前面啦，这个人马发生了那么大的失误之后，节奏都是由 CFO 在带动。那，我觉得可能在奥利奥他。那个前面刷野失误之后，他觉得这个龙他得拼，是对，但在拼的过程中呢，就形成了更大的失误，所以在那个龙打完之后，其实这一把就悬念已经就没有了。是，哇，那这场的对阵
可以看到的 CF4 就是一个不论在进攻的节奏上或者是在这个做事的能力上，我觉得都是一等一的。今天这前面对上 DCG 的时候给示范，就是你如何去干扰CFO， 但 CFO 还是能逆转。那这里就是你今天想说慢慢稳浓，或是可能哎、欸、你做错什么事了 ，CFO 很快就可以处罚。就是他用基本功嘛，没错，基本功压制你，因为上路的关是先选的，然后对面的纳尔是后选，然后想要去做一个抗的效果，但这个线也是直接被瑞斯打爆。是，然后中路可能我们平常看 PZS 都是球女能够压雷兹，但这一把也是雷兹一直在推球女。没错。那下路线的话，就是可能在对打上面比较频繁的路线啊，但好像也没有发生什么实质的。他一等就看到一等就被点破头了，对，看到人马，然后他们就可以推，然后一推就往前压制，抢了一个二，然后就点到最后了。嗯、那整场比赛的话，其实看出来 HG 几乎是没有任何 combo 的机会，就是、打团战等等，两边的阵容都很像，就是我要前面发育嘛，所以你前面谁有优势的话，就会蛮主导这场游戏的战局。那前面 ZF 的优势就在于那条龙之后，突然有一个很高的这个波动。对，那在 HG 这里的话。会进入很大劣势，可能要从一开始就讲了，就一开始有个拉。可是他们这场的劣势太，就是形成劣势的原因太多了，所以你很难就是说出，哎、欸，为什么他们这把那么快就崩？就打线是一个比较直接的嘛，再來就是那个打野，打野刷没刷成功，然后跟队友吃龙被偷了，死亡抠八龙，你知道吗？哎，抠小龙，死亡抠小龙，这波没吃到，咱们就再见了，这种感觉，就是奋力一搏。这场 HG 输游戏的环节太多了，是，对，就是基本上什么都没做好啊，没错，你连打野最基本的刷野都没有做好的话，你真的很难赢游戏。没错，那就让自由 CFO 很轻松的一场就直接把自己是飓风的感觉把对面给吹倒了、嗯、那这个 Hurricane 在今天的比赛我只能说很可惜他们，那我只能说那个飓风是人马刮出来的他是那个转 QQQ 人家总是六打四才制造那个飓风你知道吗，然后把自己人给吹倒了全部人被吹走。哇，我们看完了一场的比赛，可以看到右边几乎是真的没怎么玩到中野的伤害，加起来其实真的实质上还没有雷兹多，其实基本上真的打可以看到有站在一起打团，好像也没有，没错。而且我这一场，我最后好像就那个纳尔画面上看到他推了一次狂笑猛击而已。对对，但那已经是对方在推主堡的时候，是就让你推一下，就是俩零，你知道？刚刚是把杀鸡啊，推一下，我最近背不舒服。哇，那这场 CFO 很稳，22分钟就拿下了比赛。HG 还是有很多需要调整的地方，他们可能在今天解说要好好的检讨一下了。我们恭喜 CFO 来看一下 MVP 这个拿球手。交给的是 Rest 702，我这个我觉得应该在这次给 MVP 应该是比较给这个打线的宰制力，谁的打线速度比较快？对 对, 對，没有谁比较快穿对面。这场就是这场可能不是一组打一组了，就不是一对，而是中上跟 AD、上中下的比拼，比拼是 CFO 自己人在比拼，谁的速度快谁拿 MVP。那 Rest 快很多嘛。当然还有 Gemini 并做一个打野，看他要照顾哪一边。没有 Gemini 那个不算， Gemini 是已经起跑了，但对面是站在起跑线不动。你说那个枪响的时候，对，枪响了，对面还站着。Gemini 已经冲出去了，所以打野我们可能就先撇除。他甚至不是，他是跑错方向了。Gemini 往前跑，对对，把网碰了，知道？就他往后，然后发现，跑错了吗？没有，他以为他到终点了，结果还有一圈。没错，然后又要再重跑。那中下的话就推推线嘛，对。是哇，那这场比赛 CFO 也就没有什么悬念了，成功拿下。我们要看完今天三场比赛之后，帮大家稍微再做一个回顾，给大家了解今天的赛程结果。那都是由左边取胜的，分别有 BYG、DCG 以及 CFO。那很可惜的，夏赫上在今天并没有出现。嗯，而且三场的其实游戏节奏都蛮快的啦，没都没有看到远古巨龙。是，而且也只有 DCG 跟 MP 这把有看到龙魂，其他都是很快就结束了。是，那也就让这次打完之后，整体的一个战绩并没有太大幅度的一个改动，大家这个该在的位置还在。那这能不能调整也是看队伍的造化。CFO 依旧是7胜0败 ，DCG 也是6胜1败。那当然 ，PSG 今天没打嘛，5胜1败继续坐在了第三名的位置。嗯、那这台北 JD 今天也没出战嘛，也是要等啊 BYG 拿下之后，也是要慢慢的赶上一下这个前段班的队伍。哎，其实可以看到这个数据面啊，我们不看胜败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连败跟连胜的，算是。这个数据对，就应该这个比较能代表出你这个战队目前的现况。是，可以看到像是NFT， 他是在2连胜之后就直接苦吞了4连败。没错，其实这个都是一个考验。那
可能状况比较好的就是 PSG 跟 CFO， 就是他们目前都是连胜中。但 PSG 他打的这个比赛就都是打后段班嘛？哎，对，因为他这一周有没有打三个前段班？是他的五胜就是刚好就是后面，后面五名，对，后面五名。所以在接下来才是考验。那 PSG 这一周毕竟休息嘛，也希望下一周要好好表现。那我们看一下在明天的一个比赛。NFT 必须分别出战哦，而且这个时间比较硬，是首场跟最后一场，就他们要留到最后。是年轻人，年轻人就看一下哦，他们好像没有来现场打，他们在那边打，哎，所以看起来是有比较多调整的一些空间的。那除了 NFT 的一个二连战，在中间的一个场是 DCG 即将要跟今天落败的 HG 来去做一个较量，中间的话 BYG 也要来打 IMP， 而在第四场的话有台北战队要来出战 S9。那整体明天的一个对局。有点像是今天的轮换嘛，就 IMP 去撞到 BYG 了 ，HG 打 DCG 就比较多下课上，就是要看能不能克起来了。可能比较中段班的对决就是 NFT 跟 FAK 啦，就这两队的战绩可能是比较相对接近的，其他的都还是有一段距离。是，也希望在明天这个目前后段班的队伍必须要好好抓稳这几场的比赛哦，有打赢就有机会可以将名次再度的挺前。没错，因为这一周打完，如果照着原本赛程的话，这周打完是第一轮就结束了。没错，对，那我觉得第二轮才是考验的关键啦，就是你有一轮的磨合时间，然后队员之间也彼此比较熟悉，而且你也知道队伍现在存在的问题嘛，你第二轮能不能赶快调整过来，你都还有进季后赛或者是有更高顺位的机会。没错，而且版本也在改变嘛，在下一周甚至或下下一周这改变，这个再度的改变说不定又有全新的一个希望，希望选手们不要放弃，在接下来的赛程都还是有很多希望会存在的。那当然在今天的比赛过后呢，一样提醒大家，我们在目前官方 YouTube 有卡斯特出任务来自了 PCS 的全新节目，让大家好好的了解来自各大战队的基地以及选手们的这算是他们对于比赛的一些想法吧，就是转队之后。而且我觉得这次的访问最主要是有访问到后勤，没错，就是不管是教练或者是可能总监这种，对，就是可以更了解战队幕后的那个生态，是酸甜苦辣，大家都可以在里面稍微一探究竟哦。在我们的 PCS 的这 YouTube， 大家都可以赶紧去点去看一下，记得按这个订阅小铃铛，好不好？让自己的这个影片不要忘记了。那当然，今天的一个转播都在这里告一个段落，非常感谢大家收看。那明天的时间一样提醒大家是5点啊，大家也要记得要赶紧来参与我们。这是第三周第二天的一个赛程，今天转播告一个段落，我是部分，我是肉的，那么就是明天再见喽，拜拜。